收费餐厅我也去了，收费的也去了。那我出来演出我挣钱啊，那倒是，我差那几个钱得消费，我进去我得消费，对，我得找这个消费的感觉。好啊，对不对啊？里边都外国人，嗯，我也西装领结往那一坐，嘿，跟富豪似的，好样，往那一坐，我点菜叫服务生，叫他 small talk， small talk come here， small talk come on。不懂了，这是英文是吗 ？Small 啊，小 ，Two 二，小二，小二，旁边。小二没有那么叫啊，没有直译。Taxi 没唱出来。Taxi 怎么叫 ？Waiter， 我还没吃呢，我喂他。谁说让你喂他了、啊、？Waiter 服务员的意思。Waiter。Come here， 这还差。Come here， Waiter 端个盘过来了，先生吃什么呀？你吃啥呀？我给你弄去。我河北服务员这是啊，说那个意思。嗯，这两天吃的太好了，吃的不错。我没想到的，我真没想到上船之前。嗯，我说自助餐都有水果，我知道。是，我没想到啊，有车厘子。哦，大樱桃。嗯，大樱桃，安排的不好。怎么了？晕船那天上车里去，这不是有同感的是吧？这不赖船方，这那天赶上晕船了，那倒是太巧了。那天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看见我难受的，我就坐在那十一楼，就是那个丽都餐厅那旁边靠窗户那儿。嗯，我那天早上我6:30起来，对，因为我们跟员工住船头，嗯，船头最晃，好地方都得给客人。那没错啊，啊，你也在船头？哎，妹妹你坐船头。那那小孩咋这样？船头好，其实打开之后前面那个海景可好了。嗯啊。我那住船头晃啊、嗯、我就到丽都餐厅的旁边那窗户在那坐着啊，缓解一下晕船的感觉。对，一晕船呢、啊、你说什么羊排牛排都吃不下去了，太腻了。我说吃点清淡的，吃点水果往下顺一顺吧。这也行啊。我吃了半斤车厘子，嗯，我又吃了半斤菠萝。好，刚回到房间，嗯，我吐了一斤果酱。我去。怎么说这个、玩意儿车厘子这季节在咱们岸上多少钱一斤你们都知道，能吃就不易。嗯，好家伙子，昨天芒果啊，嗯，我过去抢芒果差点没把我踩死。对啊，好家伙子、嗯、我真佩服，我打心眼里我佩服咱们这些大爷大妈们。怎么了？真的，现在咱们中国人日子过得好，老年人体格是真棒，愣把我从前面给挤后边。They are the in heart. I have home too. Often think my mother is white in heart. They are two birds on the tree. They are very, very, very friendly. 今天呢，碰见鬼了。啊，这我一听，嗨呦嘿，您还别说，以前哪说咱们这胡同闹鬼，我也不信，今天我也碰见了，不过没关系，我拿砖头往那开了。